各单位就绪，第二神之剑第42次启动实验将在5分钟后开始。神之剑启动，进入第一阶段，能量输出稳定，已确认量子层浸润。观测到量子指引入侵，尤兰戴尔大人，之后的事情就拜托了。收到。拿到运行阈值，空间定位现已突破量子层，实验进入第二阶段，开始坐标观测。尤兰戴尔大人，实验即将进入下一阶段，请您等待指示。指引仍在显现，尤兰戴尔大人，请继续执行剿灭任务。神之剑能量不足，隧道即将闭合，倒计时5、4。3、2、1，隧道已完全闭合，实验结束。观测结果已计算完毕，观测到节点总数1亿8694万，距离目标节点偏差值54。54，进展甚微。果然，控制律者的力量是必须的。指引已经全数消灭，已接到总部指示，实验正式结束。尤兰戴尔大人，请返回基地吧。收到。丽塔，全力。提安娜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到大家身边。有些妖，这场战斗我必须胜利。你是女武神尤兰戴尔？初次见面，雷电牙医。
我奉命带走 Kiana Kaslana。 休想！那就用实力说话吧。到此为止了，雷电牙医，你没有胜算的。还没有结束，我不会把 Kiana 交给你。不错的眼神，不过现在的你还没有与这份意志相符的力量。亚尔威特，我没事。刚才天上的爆炸您看到了吗？是空之律者，真的是他把崩坏能炸弹带走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保护这座城市和其中的市民。可他不是律者吗？现在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我已经从神城医药手中找到了解药，如今他们的计划已被挫败，我得在老鼠们四散而去之前抓住他们的尾巴，回收神城医药的信息资料，也许能钓到大鱼。副队长果然深谋远虑。系统瘫痪了，现在入侵轻松多了呢。神城医药的系统整个遭到了破坏，他们想要毁灭证据。通知律者说过，还有个带着狗头的人。狗头是什么意思啊？也许是某种比喻。总之我们的动作要快，危机还未来晚了吗？亚尔威特，过来回收剩下的数据吧。丽塔，你那边的情况如何？幽兰戴尔大人，神城医药的大部分数据已经被破坏，我们正在想办法抢救，感谢您的支援。好，看来你们可以自己解决。我刚回收了空之律者，主教命令我立即返程，所以没有时间和你们会合了。我明白了。幽兰戴尔大人，这次任务的失利我会承担所有责任。这件事我会在看完报告之后做出判断，听候处罚。丽塔，说丧气话可不像你。不用自责，你没事就好。谢谢你，幽兰戴尔大人。灰蛇的地下黑市和神城医药都已经清理干净，杜鸦也安全撤离了，可惜天穹市的圣痕计划功亏一篑，珍贵的律者样本也丢了，真让人提不起劲。不过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果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幽兰戴尔，你终于现身了。尊主，幽兰戴尔带走了空之律者，我们追踪到他的目的地是北非，一处被崩坏摧毁的死城。关于这个地点，在过去两年里，那里曾出现过十几次异常的崩坏能增幅，而我们恰巧很熟悉这个反应。
那座无人都市是第二神之剑的实验场。出发吧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另外还有一事，15分36秒前，在与不稳定的 Else 号引擎接触后， Kiana Kaslana 第一次以自己的意志展现出了空之律者的姿态。尽管崩坏能指数与西陵还有很大距离，但可以认为他的羽化已经开始。是否要将他纳入？他的事我自有安排。明白。